去哪里？游水。你们够改改？游水呀、啊，大大声。要。我们现在要全家人一起去怡保啦。这次要去住的呢是 Heaven Resort， 很期待哦。到了。很兴奋哦，你。Which door? Which door? That door. 我们住的是最最最大间的。哇 ，Take off your shoe. 好像很给这样啊。这好像。哇，厕所，这个是晒衣房。这里有一间。哇，很大嘞，真的，好像家这样哦。这里还有一间。哇，这边还可以出来，哇，很大嘞，它这边，哇，下雨。OK， 我们现在是已经 check in 好啦，然后大家 chill 一下，等一下我们就吃午餐。Baby， you happy？ 你有没有 happy？ 你跟大家讲有没有 happy？ 你是 are you happy？ 好啦，现在要去吃午餐。吃午餐。槟榔炒粿条。啊，我们在怡保哎，你吃槟榔炒粿条。槟榔粿条。是新加坡。新加坡的拉萨。这个呢，这个是 Western 的 carbonara。我们还有三个还没有到。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嗯，我去拿西冷嘛。蓝天洞啊，那是。很美呀、啊，吃饱饭出来走走，我们要去三宝洞走走，好像没有人这样了。You want go in? You want go inside? Check first. Okay, 爸爸 check first, okay? 结果没有的去，因为两点半就关了。Okay,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极乐洞。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耶，我没有来过的。可是我之前有来过怡保啦，可是怎么没有来这些地方？我老公问是不是在土耳其还看不够山洞？可能哎，可以吗，狗狗？点一个灯。全家出动！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哦耶！这边还有耶！嗯 ，Go upstairs 啊！哇，里面很凉哦。结果进来一下子，它就关了，四点半关，所以怡保的东西都很早关哎。我们基本上四点多过后就。应该是去不到其他地方了。这个给鱼吃的，你不要抢啦，Monkey。要。You want go？ 哇，我们现在到了二奶巷。好吃啊！你最什么来的？Chocolate 抹抹茶的。这是什么来的？丝巴。
百块，为什么是四百块？为什么会四百块？这个卡是四百，对，所以你可以卖四百块啊！哇哦，你买 Chester， 你 What is this？You know this is Pokemon card？ 二奶箱逛完啦，它就是一小条街。然后我们现在来旁边的一个冰店休息一下。这个小朋友很潮哎，这边外面很美耶，这边外面可以走走拍照。无意间发现这间二奶冰室其实是很好拍照的耶，你看这边。就是很多角落可以拍照，然后重点是完全没有人。可是我今天穿到整个睡衣架，我要怎么拍啦？你看我今天就是穿到超级随便的，我到底要怎么拍啦？哇！看完了过后，我们就回来吃晚餐。哎，burger，还有 sandwich。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晚餐，回来房间啦。今天的行程大概就是这样哦。我回来的时候有在 Seven Eleven 买了一些零食啊，还有饮料啦，还有酒啊，所以等一下应该就会在家里就是看戏，然后 chill 就好了啊。然后等一下也是要 plan 一下明天的行程，因为其实我们这次来是完全没有 planning 的，就是。等一下再看一下要去哪里，而且我们整家人对怡保都不是很认识，因为我们之前来也是去那种 theme park， 然后就在那边，我们也没有就是到处走，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要看一下怡保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重点是要很适合全家大小的。可是刚才我已经有收到一些朋友在 Instagram PM 跟我说适合可以去哪里，所以我等一下要 research 一下。谢谢大家的推荐，让我可以更加认识怡保。OK， 所以我现在也是要卸妆洗澡喽。耶、yeah, ，我们今天起床起得比较迟，也没有迟啊，八点多起来，然后现在九点多要去吃早餐。看我 baby 的一身装扮就知道我们等一下吃了早餐要去 swimming， 可是要先吃妈妈的 OK？ 谢谢。OK 啊。吃妈妈的 swimming。Yes， 吃妈妈的 swimming， good job。早餐时间，哇，好多东西，可以重新。是有我最爱的白煮啦、啊！我到的太迟了，今天差不多要完了。Oh my god， 每一样都差不多要完了。然后这边还有鸡蛋。刚才狗狗他们已经是吃了的，因为我们吃嘛，所以就叫我们先下来吃，然后我们现在下来吃的时候他们已经去游泳啦，所以我们要吃快点，然后等下就 join 进去游泳开动啦。他马上找人家抓，够背后嘛？你怕怕 ？You want again? You want slide down again? You want one more time? Let's go one more time. 这个对哦。You want go there? You want go slide?
我们现在要去拍照咯，这里就是很出名的拍照的地方，因为那个山很漂亮，所以我现在下水了。我有 information， 我是不会游泳的人。很冷，很冷。然后是水塘那个水是温的，没有，是温的，是温的。温你的头，算是温的了。温你的头。那看到那几个狼哥吗？人家想要在那边拍照哦，就是这个在这边独自的一个男人哦，还要拍照，然后这三个老男人叫他走开，他们已经在那边很久了，然后我也是拍不到哦，唉，所以我们只好在这边拍。这边真的很好拍哦，大家。现在要出发去霹雳洞，霹雳洞，它是什么地方来的？哇，霹雳洞啊！霹雳洞。拜拜啊，你家要平安健康啊。哇， baby， baby 才是冲第一个的人。原来这边可以爬很高很高的耶，就是它还可以再爬上去的，但是我们爬到这里就差不多了，还只能爬上去啊，等他们下来先。这里只有三分之一哦，你。耶，朋友推荐说这个是最好吃的米饭，所以我们就来啦。然后是要排队的，那么多人。耶，吃饱了，结论是好吃的。然后我老公讲那个鸡脚入口即化，就是非常好吃。然后还有那个鱼圆也是很好吃。还有吗？还有一个拳头。给他玩玩具，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这叫什么、啊、文艺节、啊、是啊，对，看有多文艺啊。现场画画耶。 I need you to go down。 哇哦，好漂亮哦，这点黑白。去了二奶下，我们今天来三奶下。这边它是有很多壁画的，哇！要帮你拍吗？想多一次。二奶比较值钱，那要相比较旺。然后大奶跟三奶没有人。所以你讲，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做二奶才对哦。对。对，我们逛到很热了，我现在终于想到要喝到白咖啡。真的还没有喝到，现在我们去找白咖啡。终于来到啦！觉得是在这里呢，天津。喝下先。嗯。不一样啊。比较浓。怎样？你喝了感觉？预料。最好是。
咖啡因太重了。耶，yeah, 晚餐时间到，然后下大雨，外面整个下大雨。然后刚才呢，就有网友推荐我说来这个金山东姑亭吃，然后我们就来了啦。然后现在大家去 order 吃的东西，他叫我说来这边一定要吃烧鱼，所以我等下要叫烧鱼。before 回来酒店之前有想要去那个 Kinda Riverfront 那边走走了，但是因为还有下一点毛毛雨，然后也没有东西玩，因为它就有点下雨，然后想要骑就是加那种有灯的车啊又很麻烦，因为下雨，因为主要是下雨，然后我就穿长裤和又穿拖鞋，然后脚整个湿湿，然后我的儿子哎，他跟我一样是有洁癖的，他就不想走路，他要我抱，然后他的脚那个鞋子就湿湿，弄到我的脚湿湿这样子，所以我就整个人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就也是因为下雨，然后我们就回来酒店啊，然后就打算等一下在酒店才慢慢 chill 啊。我的儿子已经是冲好凉了的，他就现在在外面跟狗狗们玩，然后我现在要卸妆冲凉啦。baby 睡了，就是我们的时间了，来休息一下，不要拍让你老公太性感的穿了。Good morning， 现在我们要去吃早餐啊，有一点迟了，现在已经十点了，然后是我迟了，其他人已经去吃了，然后等一下吃了就会在酒店那边附近，就是在酒店那边走走，因为它这边还有蛮多地方我们没有去 explore 到的，然后过后就要回家咯。 OK， 要吃早餐啦，其实我早餐通常是一样的，因为我想过有粥我一定会吃粥。噔噔 Cereal 面包，走走一下。OK， 这边就是有一个桥，然后可以这样子走走走走走走上去，走过去的，它就是可以走一个圈这样子回来。但是现在的太阳很大，我们就不走了哈。OK， 回去。来冰了。Hello， 这边还有一只 dinosaur， 哈哈哈。我们现在要 check out 了，全部人。先来拍一张全体照片。